哇哦，各位观众，话说上一集 JR 忍受着晕船之苦，乘风破浪来到绿岛，登上了美丽的绿岛灯塔，接着来到神秘的观音洞。你还记得这里是供奉哪一位菩萨吗？哎，这个题目有够简单吧？答对的朋友可以得到 JR 的限量签名照一张。接下来当然不能漏掉我在绿岛结交的这群 good friend 黑框燕鱼啦。好，前情提要结束，马上进入本集精彩的内容。想要 JR 的签名照吗？那你绝对不能错过哦。不想要签名照？哎呀，拜托嘛，一定好看的啦。绿岛是国际级的潜水天堂，石廊则是绿岛最美也最方便的潜水地点。你瞧瞧，光是这里的潮间带就有够精彩了，各式各样的小鱼、海星、海胆，可爱极了。就算不敢下水，也一定要来这里跨买啦。嗨，各位，我现在所在地是石廊，这里呢是来到绿岛必来潜水的地方，浮潜啊、深潜啊都可以。因为重点是呢，这里海水非常清澈，这里的海岸非常漂亮，还有它的鱼的种类非常多。那待会我就要下去喂鱼啊，去看一下海底的奇观。但不要以为我身上穿着潜水衣、防寒衣就够了哦，这是不够的，我要去着最专业的装备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挑战潜水，在教练的指导下，我勇猛地绑上铅块，背上氧气筒，穿上整整20公斤的装备。这时候我的心情真的是一个悲壮啊！怎么会有这么敬业的主持人？哎，好重哦！各位，我现在不能随便停下来，而且我万一一弯腰的话，就捞不回来。因为呢，这套潜水装备呢，重达20多公斤。刚刚我还开玩笑说，如果能够背这个走绿岛一圈的话，应该蛮厉害的。不要叫我做，我绝对做不到。哦，好重，那我要走了。石廊的潮间带有着一个一个的大水坑，得先跳进去进行行前教学，把全身打湿，戴上蛙镜之后，教练就开始苦口婆心的教我，哎，怎么在水里呼吸啊？哎，潜上来应该怎么样减压？哎呀，这个那个啊，因为一个弄不好是很危险的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水底摄影师呢已经下去了，好不好？我要下去了。这个时候我终于体会了阿姆斯壮的心情，这是我的一小步，却是人类的一大步。好了，我知道我只是下水而已，但我很紧张，很深，下水了。教练熟练地拉着我往下潜，你瞧，海水真是清澈到一个不行，阳光穿透到湛蓝的海底，视野极佳。这时候我们慢慢地潜到离水面9公尺处，各式各样的热带鱼越来越多，几乎是满满的包围在我的四周，五彩缤纷的奇景让我差点就忘了呼吸了。于是我忘情地享受这种众星拱月的快感，不料面包竟然被教练用光了，而且最后一口是他自己吃掉了。可恶的家伙，看我的鬼拍气 GO！各位太嗨了，好不好？嗨，你是会嗨，真的太嗨了。但首先要真的要谢谢这个好朋友潜水中心，感觉非常棒，而且刚好看到很多很多鱼。我超爱紫色的那条，有一个有好多紫色的，为什么？那个都是雀雕的一种。雀雕？雀类雕鱼。雀雕类。但是非常非常厉害，而且真的很漂亮。我刚才摸到那个是海葵，可是为什么我手要马上这样摸一摸？它就是因为你手掌是没有毛细孔太好了，你刮一下的话，对，有摸到，因为这个紫鱼它本身就是有一点毒，有点毒，不用怕的，它不会。哦，没有，因为这个绿岛潜水环境是非常非常安全的，而且真的非常漂亮，完全不输给国外，所以国内的朋友不要再花很多钱去国外玩了，好不好？去国外玩玩别的，要潜水的。坐个船，坐个飞机来绿岛就可以了。哇，谢谢教练，谢谢教练，谢谢。哇，绿岛海域周围分布着许多环状珊瑚礁，种类多达220多种。每一块珊瑚都是由一只只珊瑚虫累积而成的，非常非常的珍贵。但是饱览美景之余，我也发现到，因为气候的变异、海水升温，珊瑚礁已经面临钙化的危机。唉，如果人类再不好好爱护地球，这些美景将会永远的消失在我们眼前。
没有？现在中午的时间呢，这家海景餐厅可以说是高朋满座，所有的同学都在等菜，因为呢，这家店实在是太夯了。因为除了这个漂亮的海景之外呢，它的所有菜色呢都是非常新鲜的海鲜，而且根据我判断，这老板呢是非常知道物尽其用的一个老板。因为呢，像比如说一个尾鱼，这里盛产都尾鱼，尾鱼有很多的部位，可能有的做来做沙西米。有的可能做汤，有的可以做罐头或怎么样的，那当然剩下的鱼可能就是丢掉或怎么样的，但它可以完全的把所有的剩下，比如说剩下一点点肉啊，切成丁啊，拿来做成这个尾鱼酱。我告诉你，这尾鱼酱听说厉害了，各位，这一定要配白饭，因为根据我判断，它应该蛮辣的。真的很辣，而且重点是它的尾鱼丁啊。很像干贝酱里面的干贝，怎么可以尾鱼又这么有嚼劲？这尾鱼丁哦，牙齿咬下去它会有弹性。各位，这尾鱼丁厉害。还有这个呢 ，QQ 的，听说叫海香菇。哎，怎么吃起来有猪耳朵的感觉？对啊。然后猪耳朵哦，接下来还有像这个泰式哦，在绿岛哦，他把这个海鲜做一些凉拌，然后有泰式的风味，那想必也是酸酸辣辣的感觉。鱿鱼很 Q， 也有弹牙的感觉，但这种事呢，我告诉你，我个人建议，来这餐厅一定要先点那道菜。它符合现在这个中午这个气氛，你知道吗？它有小黄瓜、洋葱的，很凉爽、清清凉凉的感觉。然后它又是凉拌的，然后又有些酸辣的感觉，然后再配上这个，你知道，中午的气氛实在是太 match。自古以来，绿岛人就以捕鱼为生，所以来绿岛若是没有吃到一顿海鲜，你还算来过绿岛吗？你哈？这家餐厅就在绿岛最热闹的南寮街上，外观看似普普通通，不过一走进店里，哇，超级无敌海景迎面而来，再配上老板娘的独门绝活招牌菜，难怪生意火红成这样啊！但其实我现在在吃，我觉得非常过意不去，因为我的菜是因为要拍摄嘛，知道？因为我是知道绿岛乡长的那个，我也当他的名片通行证，所以菜都先上往我这里。因为我要拍摄，但同学们都在痴痴的等老板煮菜出来。你看一下，大家都很饿，有的人桌上只有一盘菜。来来来，各位同学，肚子饿了对不对？来，并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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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快！你看看你看看，只不过端两盘菜过去，原本有气无力、饿得脸色发青的大学生，刹那间就脱胎换骨了。哎，果真人是铁，饭是钢啊！哎，同学，你我看，阿南谁哟？沙黑哦，我什么？沙黑哦。哎，你刚才讲这真的有李玖哲的感觉，一点点。你会唱他的歌吗？会。我好喜欢那首《我会好好过》。OK， 你可以现场唱给我听吗？好。那你要深情一点哦，好不好？李玖哲。我会好好过，等你再爱我，总有个角落。会让你想起我，我会好好过。哎，怎么没有声音？对嘴啊你啊！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鱼叉吧？对啊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好。哇，多少鱼就是被茂哥这样子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茂哥今天有没有办法？哎，你不要绕口，我刚才前面跟观众朋友讲很多，你是绿岛这里的扛把子，茂哥加油哎！他是快溺水了吗？你有没有去救他？你是不是快溺水？对，你要拿下来，然后就说我抓到了，然后你要抖动，你要抖动。你说，哎呦哎呦，活的活的，这样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这样，哎呦，这样你赶快接住接住，这样子好不好？这样我到，再次再次，哇哇哇，我。好
再爱我，总有个角落会让你想起我，我会好好过。哎，怎么没有声音？闭嘴啊你啊！哇，演得也太像了吧！你是平常家里有练习对镜子这样练习就对了。平常都有在练习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还有李玖哲专那个我跟他的专辑照。真的假的？看一下。所以你为了他，然后这样留这样的胡子，这样蓄胡，这样发型就对了。对 对, 對。照片哪里有吗？有，先马上给你。真的，他是随身自己带自己的签名照吗？不会吧？这是真的李玖哲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李玖哲这个专辑的这个专辑的照片嘛？那有下一张。OK， 下一张。好。牵手，另外一边。左滑右滑，自己要搞清楚。滑到一张你跟女生的合照，而且是那种脸贴脸的那种。好，所以刚刚李玖哲的照片，我们往右滑。哇，他自己做合成的，然后把专辑弄这样子。哇，真的是好不要脸，真的好有才华哦。好了，同学，希望你将来有一天可以发片，好不好？但是自己要先练一下唱歌，不要怕，不然准对准，不然以后我跟你合作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帮你带上这样。可以。不要嘞。好，但同学看你来绿岛真的很开心，应该蛮喜欢绿岛，好不好？嗯，喜欢。不然最后好不好？我们节目叫台湾波比，有一个手势，你们就说我爱绿岛，台湾波比，好不好？让大家感受一下一首大学的热情。好，来，一二三。我爱绿岛，台湾波比。和山寨版的李玖哲台湾合作计划后，一刻不得闲，马上前往燕子洞。话说，这可是绿岛的扛把子，茂哥拍胸脯挂保证的私房景点哦。哇，这个洞穴也太大了吧！哎，茂哥，这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个叫做燕子洞。真的有燕子在飞耶？那个顶上那个是燕窝吗？对，那个是燕窝。啊，为什么燕子都会聚集到这里来啊？因为这边是很干净的一个山洞。哦，可是这么大的洞穴，总不可能是人造的吧？当初是怎么形成的？它是从火山岩哦爆发，然后沉下去，又浮上来，所以自然的一个山洞。所以绿岛当初又整个沉下去过，对，最后又浮上来，对。透过岩洞往外遥望，海天一色的壮阔就像镶在一幅画框里，深黑的洞穴，嶙峋的怪石，配上不知道用了几百种蓝色堆叠出的风景，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位画家都描绘不出的感动啊！像这里这么漂亮啊，你看这洞穴是天然奇观，这么漂亮，又有燕子，然后这海风徐徐吹过来，一望无际的海洋，我告诉你，在这里烤肉一定超好了。这个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因为会破坏到这个景观。那有没有人偷偷在这里烤肉？没有，我们有巡守队会巡逻。哇，好不好？拜托大家，不管怎么样来这里玩，要怎么样？要爱护这个环境。万一垃圾掉到地上要怎么样？要捡起来。对，没错，随手捡起来把它带走。垃圾掉了要怎么办？要捡起来啊。听起来好像是个冷笑话，不过这位绿岛扛把子可是每天身体力行哦。这里好漂亮，如果啊，我可以在这个洞穴里面盖一个小木屋或是一个别墅的话，那该有多好。对，不行，不行哈、哦，要破坏到这个景色，要保育，对不对？要保育。啊，万一垃圾掉到地上怎么样？捡起来啊。对，走，我们再往下看。像这里啊，涨潮完之后可能会有水蛇在地上。要在外面。外面一点点、外面一点点才有。那外面要机会教育一下，万一来绿岛啊，万一遇到这水蛇该怎么办？你是可以去把它，比如拿棍子把它打昏，还是说怎么样来逃跑？不行，可以看，不能去抓它，因为它速度很快，是不是？对，它不像一般那种蛇，不一样，会受伤，会受伤。所以看到垃圾在地上要怎么样？捡起来啊。那看到水蛇在地上呢？看了也不能给它打死，不能捡，不能。对，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下午时分，燕子洞一片阴凉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里曾经发生过很多灵异故事，又被绿岛人叫做鬼洞，传说是日据时代的古刑场。我的妈！还好我当时不知道，不然我才不会去嘞。可恶的茂哥，再把你上台门牙打断。茂哥，其实这个绿岛真的，我觉得是台湾真的很漂亮的地方。可是重点是。我也去过帛琉啊，你有去过帛琉吗？有啊，我也有去过。你觉得帛琉跟绿岛差别在哪里？
它的水比较浊，啊，绿岛的水比较干净，绿岛很清楚，鱼种又漂亮。哦，鱼种也很多吗？很多，超过婆留的鱼。丙佑啊，你看茂哥脸上骄傲的表情，绿岛人就是用这种生活态度，一点也不马虎的爱着这块土地。接下来仍旧与茂哥有约，这位南寮村村长指示我沿着环岛公路向东骑，他会在一大片美丽的白沙湾那儿等着我。天哪，各位，这画面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感动？不知道为什么走在这里面对着海洋，我才发觉我自己有多渺小。但重点是来到这里实在太开心了，因为这个海岸线呢漂亮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现在在这里？这是一条步道，从沙滩延伸出来，到几乎到了海的中间哦。所以我现在这里看，我跟浪这么近，我的内裤湿了。没关系，因为今天来到这里呢，我在这条步道上感受到海洋很漂亮之外，我要来找传说中绿岛的扛把子、捕鱼达人茂哥，两个字的名字好不好？简洁有力，茂哥。我看到有人蹲在那里耶，应该就是他哦。他鱼叉哎，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。茂哥，哎，哇，真的是你耶！对啊，茂哥们，哇，我现在不方便下去，你现在在这里，你在干嘛？到是这里啊。这，来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鱼叉吧？对啊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啊？哇，多少鱼就是被茂哥这样子。那前面这什么？这干嘛的？挡住鱼的，插进去鱼的身体里之后，它会拉出来的时候会勾住，然后就把鱼拉上来了。我是还蛮聪明的，对，应该不是每个人一看到知道就知道这功能吧？对，谢谢谢谢。茂哥，你看起来脸那么黑，肚子还蛮白的哈、哦。你不要我讲的时候特别说起来，放松放松放松、啊、放松，吸。好了，哎，但这里这么近的这个近滩，真的插得到鱼吗？会啊，插得到啊。是哦，那你今天有什么样的成果吗？试看看嘛，试看看是不是？哎，是每个人来这里都可以拿着鱼叉来这里俩一样吗？还要有牌照。什么？鱼前面还有牌照？你看，还有编号，警察局的编号。我看一下，警察局盖印章，还有编号几号？1121。哇，各位，这个还有牌照的可以。所以要来插鱼，要拿鱼枪插鱼，是要有 license。你在下面写 license。就非常有牌照。哎，漂亮哦，英文真好哦 ，give me five。耶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茂哥今天有没有办法。哎，你不要绕口，我刚才前面一起跟观众朋友们讲很多，你是绿岛这里的扛把子。茂哥，好一条汉子啊！平平淡淡的一句，试试看就知道。传达出了多少自信，刹那间就让我热血沸腾了起来。啊，茂哥下水了！只见他在水上忽悠过来又忽悠过去的，不知怎么的，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。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现在已经过了3个小时了，他还是没有插到鱼。啊，开玩笑啦，他现在刚下去，茂哥压力很大，因为他是这里的捕鱼达人，他真的很厉害。可我们现在要求他赶快插一只鱼上来，让我们来烤鱼吃。但真的要提醒大家，不是每个人来这里拿一根什么扫把、削尖就可以来这里插鱼，不行的，要有执照的鱼叉。茂哥加油哎！他是快溺水了吗？要不要我去救他？你是不是快溺水 ？My friend, come here. My friend. 我长得是不是很奇怪？为什么他们要这样 ？My friend, my friend, my friend, 来！哈哈传说中的水中蛟龙捕鱼达人绿岛扛把子茂哥下水喽！只见他在水上忽悠过来又忽悠过去的，不知怎么的，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。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现在已经过了3个小时了，他还是没有插到鱼。啊，开玩笑啦，他现在刚下去，茂哥压力很大，因为他是这里的捕鱼达人，他真的很厉害。可我们现在要求他赶快插一只鱼上来，让我们来烤鱼吃。但真的要提醒大家，不是每个人来这里拿一根什么扫把、削尖就可以来这里插鱼，不行的，要有执照的鱼叉。
茂哥加油哎！他是快溺水了吗？要不要我去救他、啊？你是不是快溺水？对，通常知道在水里，然后一直有那种就是哎，我跟你，我以为是溺水，好不好？不要乱叫，在这里大家不要误会。等了半天，茂哥完全一无所获。为了顺利的往下路，我和导演商量用一条死亡超过八小时的鱼来假装。反正很多电视节目都是造假的嘛。但不过，想要把死鱼当活鱼，那演技得好到一个程度才可以哦。茂哥，回来了啦。这里很难抓哈、哦。哎，来来来，没关系啊，我这不要让大家觉得你都没有办法抓到。今天怎么这么久都没抓到？你上来了，直接上来了啦。有啊，拿在你手上了。拿在我手上，这我买的啦。好啦，那不然待会我们就用这只鱼，好不好？假装你插到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哦，但我不会讲出去哦。好，你也不要这段你不能让人家知道。我知道啊。好啦，以后如果人家问你说，上次我看那个 JR 的台湾 Bobby， 你抓到一只鱼，好厉害哦，你要怎么讲？你要配合，你要说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说哦，谢谢，没错，那就是我抓的。再一次。哎，茂哥，上次我看 JR 的节目《台湾 Bobby》，你马上抓一只鱼，好厉害哦。那是我抓的呀。没关系，就是这样。知道有时候还是要让观众朋友们知道，不要知道一些事实会比较好。好，好不好？待会就你知道怎么样，你就拿这只鱼上来哈。好，好，来。于是乎，茂哥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卖了，声色的献出了他人生当中的戏剧处女秀。我那里啊，对了，外面一点啦。对，你要拿下来，然后就说我抓到了，然后你要抖动，你说哎呦哎呦，活的，这样，哎呦，这样，哎呦，就让你赶快接住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对，我抓，再一次。茂哥，你鱼叉叉住之后，你要一直抖那个鱼哦。就哎，好来，可以，来，从水里哦。我抓到了，对。哎，掉的。你看，好好吃哦。鱼在动哎，鱼在动，快，快，快给我快！我，天哪，茂哥怎么办？现在怎么样让它停下来？给他抓到头就不会了。怎么抓？这样抓了就不会了。哎。真的哎，哇，好厉害！你看你整个身体都是鱼的血，哇，好尴尬哦，这鱼实在太活泼了。茂哥，所以我们现在抓到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把它烹煮来吃了吗？我们先去烤肉。好，来，小心，哇，一定要抓头才不会动。你看，不像你看我一抓，你看，对，快抓头，对，抓头就它就不会动了。走，烤鱼喽。不是鱼，真的哎。抓头，挥手，来，把它去。哇，各位，鲜美的鱼，活鱼现捞现煮，现捞现烤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对，现叉现烤，这样才会很新鲜。来，还是要好好烹煮一下这鱼。但重点是呢，在这里呢，不是可以每个人来都可以在这烤东西吃吗？不行，除非带这个炉子来才可以。哦，自己要带炉子，而且记得这里的是海滩，所以这个。就是烤完的时候一定要净滩，然后把这个沙滩弄干净，对，然后垃圾都带走，对，然后不要把鱼骨头乱丢之类的。哇，那这样感觉好，这样好像真的有那种荒岛求生记的感觉。对哦，可是一定要带这个来才可以。我们现在赶快就等那个鱼烤好，我们就来享受这个活鱼现烤。对了，光顾着做弄茂哥，差点就忘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美丽的海滩了。这里叫做大白沙，是绿岛最大也最完整的沙滩，长达数百公尺的洁白海岸，竟然全是由珊瑚和贝壳碎屑组成的，说有多美就有多美。漫步大白沙，任凭浪花轻轻柔柔地吻上自己的脚，我的心情还真的不是普通的好。尤其是当茂哥还在旁边老老实实的烤鱼给我吃的时候，各位，在海边要吃烤鱼了。茂哥，这样好了吗？好了。那哇，怎么有点焦啊？原来你是专门负责捕鱼，但是你烤鱼技术普普，是不是？对，要差一点点啊。茂哥，知道人就是诚实，什么都说对。但是刚刚鱼真的抓得很厉害哦。还好啦。比这个更大的还有。哦，你抓过比这更大的？对，这个是算小鱼。你像刚刚一样这样五分钟就抓到了吗？平常也是差不多啦。哎呦哇！很诚实的人，来，
好烫啊，很新鲜的呀。他刚没有加任何调味料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连盐巴也没有，鲜度够。猫哥你也一起吃，快点。嗯，超新鲜的。摄影师很辛苦，是不是？好吃哦，好不好吃？哇，来，猫哥，这样以后来这里啊，除了你带我们到处去玩之外，来这抓这烤鱼的话，我们万一不会的话，我们也没有枪嘛。就以后就交给你了，好吗？啊，你负责，像我，比如说我一次来都是大概一团大概两三百个人，太多了吧？太多了。我们需要大概50条鱼，你可以多久就可以抓到？大概如果你算的话，你要抓50条鱼。50条鱼啊，要整个晚上。这么久？对呀。太久了。那你现在多找你的同伴几个一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好吗？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啊！要来绿岛玩了，太好了！干杯啊！说真的，欺负老实人真的有一种快感哎！不信的话，下次你也来绿岛找茂哥聊聊就是啦。不过这集播出之后，绿岛扛把子不知道会不会就搬家？好像已经搬了。绿岛民风淳朴，几乎没有什么夜生活。9点钟左右，南寮街上空空荡荡，店家几乎都打烊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想吃个宵夜，该怎么办呢？哇，各位，这一条呢就是绿岛最热门的南寮街。那当然，因为现在3、4月呢属于淡季啦，等到旺季的时候呢，几乎每一家商店都会开。但重点是呢，玩了一整天，虽然晚餐有吃饱，但是玩了一整天之后呢，现在到了夜晚还是有点饿的感觉。所以呢，我就看到一群人在买这个鸡排啊，我看咸酥鸡、鸡排、百叶豆腐、银丝卷 ，Oh my god， 这是晚上宵夜的最佳选择。而且他们怎么感觉不像在买鸡排，他们感觉像是公然聚赌在赌香肠的感觉。我来了解一下哈。同学你们好，你好，哇，转过来，面对一下我们镜头，跟我们忠实的观众 say hi 好不好？嗨，你们是来自哪里？同学一起，你们来自哪里啊？高雄。什么学校？一手大学。真的，今天怎么一天到晚一直遇到一手大学的朋友，好不好？但非常的热情。哇，你们现在今天是玩了一整天，要准备吃晚餐了。鸡排好了，你们的。好，老板娘，谢谢。哇，来，哇，来，同学，哇。耶。哎，好不好？来者是客，今天在有缘在这里遇到。这2份鸡排就当作我请你们的啦。好，谢谢。其实我更没付钱，有没有？就默默走掉。来感受一下好不好？鸡排。你看，这时候女生就会你知道，想要维持一下身材，对不对？来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这脆度，让这个我们收音的那个泵收到这个脆度，好不好？1、2、3。哦，好酷啊！说到炸鸡排，我 JR 可是个专家。好吃的鸡排外皮必须炸得又酥又脆，里面的鸡肉还要弹牙多汁。瞧老板娘从油锅里捞起一片又一片的鸡排，灯光下鸡排油油亮亮，闪着金黄色泽，果真让人垂涎三尺啊！都带你们的东西来了啦！哇！好，那我来看看，我要来点什么东西？鸡排我自己吃，我要买很多的咸酥鸡、其他百叶豆腐什么的来喂到我们的工作人员。天哪，没想到这家鸡排会这么好吃，真的算是一个意外的大发现。来绿岛一定要试试看哦。隔天一早，我神清气爽地骑上电动铁马，杀向梅花鹿园。去过绿岛的朋友都知道，夜访梅花鹿是必走行程之一。不过，录节目画面黑漆漆一片，怎么行呢？于是我特别安排了梅花鹿园的行程。听说这里圈养了数十只的梅花鹿，瞧它们楚楚可怜，闪着无辜的大眼睛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？哇！各位有没有看到？我刚刚去采了这么多的牧草，要干嘛呢？因为今天来到这是梅花鹿的这个生态区，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群梅花鹿在那里了。但为什么绿岛会有很多梅花鹿呢？因为当初呢，是因为
鹿茸这个东西大家需要，因为营养价值很高，然后也是一个保养品嘛，然后大家就会不断的想要采收鹿茸这样子，所以那时候培养繁殖了大量的梅花鹿。但其实到后来呢，梅花鹿实在太多了，因为连台湾本岛都有很多很多的梅花鹿，所以呢，梅花鹿太多的情况下呢，就只能来做观光喽，对不对？让大家来看一下，那一群就是我们的鹿的朋友。嗨，你们好。嗨，哟，哎哟，各位。每种动物的这个习性不太一样，鱼呢看到吃的就过来了，他们平常很喜欢吃牧草的，但现在有人他们还是会爬，但我们绝对不要太大声，然后小心的慢慢去接近他们，来喂他们，因为这块生态保育区呢是没有被开放的，为什么不可以来呢？一样，好不好？乡长通行证，绿岛横行无阻，哎，但是我还是这样低调一点，不要告诉大家我有这样通行证，好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进去一下。但我现在进去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，就里面呢这个圆圆的这个区域呢全都是鹿屎，没有鹿茸，只有鹿屎。唉，踩到鹿屎我就鹿屎了，抱歉。哇，乡长通行证真好用，你看门已经为我敞开了，但我现在要进去。哇、哦、这个真的很多鹿屎。哎，我跳进去。哎，我在收精哦，有没有？哎，他们要定格哦。好，这时候我要装着他们的朋友走过去了。小鹿走的时候，这样偷偷会这样，怎么像鸵鸟 ？Hey, my friend, come here.小鹿走的时候，那偷偷会这样，怎么像鸵鸟 ？Hey, my friend, come here。结果，我的偶像魅力在这里受到了前所未有、空前绝后、史无前例的挫败。不管我怎么温柔、怎么小心翼翼，他们始终把我当病菌一样，跟我保持十公尺以上的距离。我长得是不是很奇怪？为什么他们要这样？我不玩了啦！不行，我就要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，他们一定会有会被我的诚心给打动的。哎，你看我像不像机器人？他们应该快靠近了吧？嘘嘘嘘嘘！喂，别走！各位，我现在有新方法了。我站着不动也没有用，我装成鹿，为什么呢？我让他们觉得我是只鹿爸爸。鹿爸爸有脚，对不对 ？Come on, my friend, my friend。My friend, my friend, my friend, 来！我只是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只想录好节目而已，为什么不让我喂你吃草？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啦！没想到。好心好雷金 ，My friend， 我是好人呢。眼睁睁目睹了一场动物大迁徙的悲剧之后，工作人员看我可怜，才告诉我梅花鹿生性非常胆小，警戒区域很大，即使圈养多年，也极容易受到惊吓，所以只能远观而不能亵玩焉哦。哎，小鹿啊，小鹿啊，吓到你们真的对不起啊啊！离开鹿园，我的心情相当沮丧。我是这么受欢迎，竟然被当成毒蛇猛兽，这叫我情何以堪啊！就在这时候，什么？我竟然看到……哎，老板，老板，这是鹿吗？对啊，他怎么让你喂啊？而且你还遛他哎？可以啊，这养15年了，很乖的。15年？对啊。这太不可思议了。
这只小鹿可是绿岛最受欢迎的宠物明星，叫做小鹿斑比。鹿主人说，他出生第五天就被他抱回家养了，至今已经一起生活十年，所以小鹿斑比跟人很亲，还会撒娇要东西吃哦。嘿嘿 ，my friend， 这就叫做命运的相逢啊！你知道我刚刚经历了什么吗？我刚刚经历了十几只鹿，没有一只要让我喂，而且跑得离我远远的。现在它就在我眼前，那我可以喂它吗？来，给你。各位，一个男人要找回自信心，就是这一撮草了。啊，我可以，嗨，嗨，对，嗨，喂，喂。不是说小鹿斑比跟人很亲吗？怎么不理我啊？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小鹿斑比终于给面子了。他在吃哎！来来来，再来再来，还有，等他咀嚼完啊、哦！这里这里，你不要屁股对我们观众嘛！这里，哎，这个不行，这是我的保特瓶。来，哇，太可爱了！这个哦，不行，他想喝我的水。太可爱了，哇！我在遛鹿哎，各位，这什么画面？你看，哦，他力气很大哎。我知道，观众朋友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其实不是我遛他，是他遛我。哎 ，Who cares？ 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谢谢，我要谢谢我的爸妈，谢谢他们生我，谢谢我老师。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大悲，肚子早就饿坏了。听说绿岛的羊肉炉是不吃不可，不可不吃不可。有没有很香？各位，今天带大家体验了各式不同样貌的绿岛，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精彩呢？但重点到了晚餐的时间呢，我们一定要来接受这里遵循古法所制成的最传统的羊肉炉，好不好？先来欢迎阿伯，阿伯你好。你好。怎么称呼？怎么称呼？我姓郑。哦，郑阿伯你好。哎。怎么说这个羊肉炉是全台湾最正宗、最原味的？这个是哈最早最早的古早做法哦，这个羊肉炉。对，现在这个羊肉炉已经失传了，已经失传了，只剩下你们。对。啊，你们就偷偷跑到绿岛，台湾都台湾本岛都吃不到呢。我现在是本身就是绿岛人啊。哇。啊，今天呢，你们来到这边。来吃我们的传统美食，这些古早菜、古早味，太开心了，好不好？当然，除了羊肉之外呢，我看到周边有很多形形色色的。首先让我最好奇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怎么有披萨？这个不是遵循古法酿制，怎么会有披萨？这是欠柜，欠柜，哎，叫成欠柜，叫做欠柜，对吧？对对。那这样子弄得像披萨一样，这个早期哈、哦嗯，我们绿岛人哈、哦，要盖茅草的时候，是盖房子。它盖好才有这道菜可以吃哦，要盖好才有奖励就对了。对对，它的材料就是花生粉跟蜜浆，跟九层塔下去做。对啊，我看很多绿绿的是九层塔，是我可不可以来吃一口看看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吃看看。哎，这像不像披萨？没有，知道各位，我们看球赛的时候，知道美式的时候，然后就要来点个披萨。但是绿岛有不一样的传统的吃法的欠柜披萨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我本身非常爱九层塔，你知道，这九层塔已经非常入味了，包括它外面这个脆脆这个皮，这是什么做的？脆脆的这种皮，这是米浆，米浆，哦、米浆。重点是米浆，咬起来很像那种烧焦的锅巴，然后越咬越有味道，越咬越有味道。对，最后再加上九层塔已经完全入味到这块披萨里面了，太好吃了这个。我刚刚一直以为说这上面九层塔是海草。那我刚刚那里又有一个绿绿的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海藻。海藻，可是我可以夹起来，海藻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啊？这是沿岸的藻类。哦，然后那这是什么样的烹调方式呢？那也是用那个太白粉下去，跟鸡蛋下去。哦，太白粉加鸡蛋，然后沾了之后下去炸。这是原汁原味。炸海藻。对对。我试试看。好海藻哦，它虽然外面有裹粉炸，可是里面完整的货真价实，对，完全没有偷工减料，满满的海藻，各位。对，它这种海藻也是季节性，季节性的，对，所以来这里才吃得到传统季节性美食。对，哦，那除了这个海藻之外呢，郑阿伯，这两道菜听说是在这里牙绿岛下取的时候一定要有的两道菜，
可以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？好好，这一道是我们这边的那个闽南语讲说 Tiga， 它的学名是石鳖。石鳖是什么？它是沿岸的贝类。一个贝类。哎，对对。可是阿贝，我刚刚看到这个形状有没有？怎么一度觉得它像是一个蛹啊？它上面有壳。嗯。要吃这个很费时啊。所以这小小的一个就要从壳里面拿出来。对，它那个壳像贝壳一样。退潮的时候哈，我们这边的那个阿伯啊，是下去挖的，一粒挖。那这个听说在这里算是非常非常贵的食物。对啊，它在我们绿岛算是哈上等食物了。那比如说结婚，要请客宴客哈，一定要有这两道菜跟那个章鱼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刚才讲到石鳖，它是一个贝类，小小的一个。哎，不是啦，我还有紧张半天。它就像一个小小的鲍鱼的感觉嘛，就是贝类的感觉。对，听说这一斤要1800，我刚刚已经先赚200了。哦，好不好？那阿伯，这个就是章鱼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章鱼。那这章鱼有什么它的特色吗？章鱼，我们绿岛人哈，结婚也是那一道菜，也是不可或缺的是那个菜。哦，跟我们台湾的章鱼不一样。我们来吃一下绿岛章鱼，是不是特别 Q？ 我们台湾的章鱼哈。吃泡泡糊糊，绿岛的章鱼很有嚼劲，很有嚼劲的。对，因为我有吃过，就是外面的章鱼，然后一咬下去，湿湿软软的，对，糊掉了。啊，这个很有嚼劲。好，就这样，我尝到了史上最 Q 的章鱼。我嚼，我嚼，我再嚼，我用力嚼，拼命嚼，我死命的嚼。这个不是章鱼口香糖嘛？各位，它有多有嚼劲，你知道吗？我到现在，刚刚大哥那个，它还是一根。我很用力嚼嘞，真的很有弹性的。对，给我点时间哈。剧烈的运动了我的腮帮子之后，章鱼终于咽下去了。真的不夸张 ，Q 度直达橡皮筋等级，我没有骗人。太夸张了啦！Finally， 真的很有嚼劲哦。对啊，很有嚼劲。我成功了。我终于把这个乌贼，章鱼嚼下去了。它有多有嚼劲，你知道吗？那感觉呢，一直你知道，很像那个避震器哦，不会坏掉哦，就一直这样，还是原来维持原来的形状，好吧？吃完了这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，重点是这一个羊肉卤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这羊肉卤说它是一个遵照古法然后去煮的羊肉卤，对，台湾绝对吃不到，吃不到，全台湾只剩下你了。对，哇，我们来可以来试看看，吃一下这个，哇，各位。这羊肉实在太香了，我一定要加一点汤。哇，阿贝，我真的好想一口吃下去，但是它太烫了，因为它烟冒得很严重。因为以前年轻比较冲动，主持这种节目的时候，都一口不管忘我的给它吃下去之后，就很尴尬。像我现在年轻人，不是，长大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就要慢慢的先把骨头拿掉，争取一点凉快的时间。哇，这个也是很有弹性耶，先吃这一块。好鲜的羊肉炉哦，对，而且它肉，阿贝，这为什么这羊肉的肉啊，感觉吃进去？一咬，它会变成三层，然后就化开了。对啊，它就是我们的特色，又没有羊骚味。它的这些食材啊，还有加上它的一个古法这个制作的方法，完全让这个羊没有任何一点羊骚味，而且羊肉咬下去有够嫩。阿伯，我吃过外面那种羊肉卤啊，咬下去跟刚刚那个乌贼咬的一样久，哎，不行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山寨版的哈。我不敢说，就是每个人做法不一样。阿贝刚才偷偷说，其他都是山寨版的。阿贝用词很新颖耶，还可以说山寨哦。把这块吃掉。然后点汤。对。刚刚咬这个汤，我觉得才是经典。这个汤我一定要来感受一下。太鲜美的沙茶味了。各位兄弟们，辛苦了一整天，还等什么？上！快！来，坐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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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各位，不要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，
今天只是第二集而已。接下来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半 ，JR 我会继续带大家吃喝玩乐，抱佛脚，台湾 Bobby。哎，聚一次，聚一次，各位。